是跨人跨语的台湾老婆新西亚，我是中文不标准的美国老公 Shane。Are you ready？ 有趣爆笑，新西亚安顺的异国婚姻劲爆开讲即将登场 ，Let's go！异国婚姻劲爆开讲，我是新西亚，我是 Shane。 喵，听说我们家的猫在外面后面还蛮抢镜头的，所以刚听到空跑在喵喵叫，不知道搞什么鬼。好啦，反正呢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解惑一下。解惑？对，听说呢，就是也不听说，就是有一位这个男同学来问我说啊，就是如果说他女朋友都不帮他口交的话，到底该怎么办，因为他本身个人非常沉迷于口交这件事情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请问身为男生，你喜欢被口交吗？不喜欢，好不舒服。真的还假的？啊，那你这种好像是，好像是，就是我新买的 T 恤，技巧太差，技巧太差还是怎样？好了，不要这样。当然很喜欢啊，是不？什么男，每个男生都很喜欢啊。所以说，天底下没有一个男人是不喜欢。就是跟问一个男生，你喜欢一个人，你喜欢have sex 吗？不是，呼吸吗？哦，你喜欢呼吸吗？所以说，所以不呼吸就会死，所以没有被口交也一定会死。不会死，可是喜欢当然是喜欢啊。就是不会没有，你相信就是不会有一个男人是排斥口交这件事情。嗯，我有听说有一些男生他们不喜欢被口交，然后就要问。对方哦，他们不喜欢是口交完了以后，然后立刻就吻对方。屁啦，真的还真的因为他们说，嗯 ，I don't want to taste my dick， 我不想、有 dick 的味道，就是有老二的味道。对，那就算说没有这个东西出来，他们也不喜欢。嗯，不是说靠在他们嘴巴里面，然后再吻他们，这个太过分了。我当然，可是口交完以后就是也是不准吻他的嘴巴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这个好像，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不敢谈这个话题。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口交以后，就是男生绑女生，女生绑男生，还是会 kiss 再接吻。也许如果你真的不成熟的话，你觉得好恶心哦。可是其实如果你是真的是成人的话，就比较 it's you're in the moment， 你就不会觉得，对，真的多想 in the moment， 你真的就觉得哇，就是还 OK。 可是当然就是你在平常生活突然在捷运上突然想，就觉得说是还蛮恶心的，是蛮脏的。对，好，我们就不要谈这个。不过说实在话，如果我想问你啊，如果说你想要给这个男生想的意见，如果说他的女朋友怎样死都不帮他口交的话，到底该怎么办？他是女朋友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就是被口交的话，也许就是要分手。所以说你的终极的，我的意思是建议就是把他分了，休了他。如果你有一些需要，然后你觉得这个女生没有办法跟你配合了，就是满意你的一些 special needs 的话，那就找别的。There are many fish in the sea。哦，真的吗？海边有很多鱼，海面海里对啊，没错，海里有很多鱼，海里有很多鱼，对啊，所以说就是你，所以说你的很干脆，就是说他如果不帮你口罩，你就把他修了，不要做任何的don't make any effort。我就是觉得这个，那你要怎么讲？我baby， 因为你已经知道他不喜欢，那你要就怎么办？就 force 他吗？就逼他就？可以沟通啊，什么沟通？像我在文章里面，我就跟大家讲说，你可能先吃他下面，先吃看看他的，然后他如果被你吃得很高兴的话，他可能也许会想吃你的试试看啊。我是会觉得说，我那时候我是有问那位男同学说，那你有先吃人家的吗？他就说也没有。我说那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人家吃你的呢？对。可是我真的很好奇，说我也很想去做一个研究，就是女性当中到底有多少percentage 的女生会觉得会排斥口交的，一定很少吧？如果啊，真的哈，因为人家很多女生都觉得是男生尿尿的地方，干嘛要去舔他之类的？对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幼稚的，很这幼稚的又这个幼稚，干嘛都骂人家幼稚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就是不成熟的话，我觉得你一定会觉得这样子有点脏。就是像你，如果你想想看，你五岁，然后周然就是，你会觉得。在干嘛？好恶心哦！就是就热吻，
对，因为觉得吃人家口水，然后两根舌头在那边搅来搅去，对，因为觉得这样有什么意义？而且很恶心，就对对对对对，对啊。可是你成熟了以后，你说啊，了解，不错。哦，所以我觉得口交这些东西，我觉得 sex 的东西，你会觉得害羞，就不懂，就是有点像吃臭豆腐，你先觉得很恶心，味道很我不喜欢。可是呢，你习惯了以后，你觉得哇，是真的是人间美味，赞。所以说你赞，所以说你会想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说，就是你是把大家的下体都比喻成臭豆腐这种东西。然后就会说，你就是在吃的时候，你可以在旁边放一罐泡菜之类的。对对，泡菜。然后就是放在上面，因为那个臭豆腐加泡菜真的很好吃。辣椒，对，辣椒酱。所以说就是，如果说就是形容下也是臭豆腐，就是说可能你只是少配了一些腌制的白菜跟辣椒酱。哎，真的有那个那个 whipped cream。whipped cream 有 whipped cream 吗？哦，鲜奶油。对，是鲜奶油吗？对。有些人为了要增加下体的风味，所以会自己加一些东西，就 be creative 吧。哎，你这样讲也对耶。是洗完澡就完啊，我也觉得洗完澡比较好，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味道。对，干干净净的。也是哦。所以说，其实如果他真的不想吃你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想想看，就是创造一下你自己独特的口味或风味之类的。嗯，然后喂他吃。可是真的你要够成熟，因为就是开口讲这些东西，你真的要沟通好，然后就。要下雨了好啦，就这样子了，下周见，拜拜。